友们，大家好，我是方琼，欢迎各位。好了，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到场三位嘉宾，来为大家介绍孙浩，欢迎你。曲颖，欢迎你。大家好。火风老师，欢迎您。电影《五朵金花》是中国早期电影当中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作品，讲的就是发生在云南大理的一段非常美丽的爱情故事。我相信这个电影也影响了一代人，很多人一到《五朵金花》都会想到美丽的云南。据说今天在我们这个舞台上也来了五朵金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云南白药戚雪康中国情歌会，每期将有五位情歌手带着心中的情歌倾情演绎，他们将接受三位明星嘉宾及现场70名观众的考验，最终得票超过70票者，现场的玫瑰花将会为他完全绽放，而得票最高的情歌手将当选为本期情歌使者，其歌曲将纳入。大家好，我叫秦明媛，
我来自广西桂林，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然后我是个90后，现在在经营一家网店。我今天带来的歌曲是《想着你的感觉》，是想通过这首歌曲来传达一份思念。那你想要把这份思念送给谁呢？我想通过这首歌把我的思念送给我的父母，因为我们家现在还有一部分的房贷，然后父母会压力很大，所以他们会选择在国外，在缅甸打工，收入会比国内更高一些。他们那边的工作特别的忙，然后老板也不会允许他们有事没事就往国内跑，所以说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回来，哪怕有机会回来也刚好我在北京，就时间刚好错开，也就回来一周的时间，很短，所以已经2年没有见到了。每次想他们的时候，我就只能打电话或者视频。还好可以视频，还好可以视频。为了能够把家里的房贷尽快的还清，不给你更多的压力，知道你自己在北京工作也非常的辛苦啊。其实我觉得我更担心他们，因为他们在矿场里工作，矿场的空气会特别不好，然后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不在那儿工作了，这真的是我一大愿望。爸爸妈妈他们会跟你说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吗？不会，从来不会，从来不，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我在北京每次哪怕生病的时候，一看到他们的电话了，我就会清清嗓子，然后每次接起微信就装着，哎妈怎么了，哎我最近特别好，其实就是已经高烧了，但不敢让他们知道。就是其实都是一样，孩子可能希望在外面跟父母报平安，其实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也是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国内工作，即便是遇到一些困难或辛苦也不会跟你说的，可能更多的嘱咐你，你吃了没有啊，我们这边都挺好的。对啊，所以其实这一份牵挂应该是彼此的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呀？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计划？他们是打算再做个2-3年，然后把房贷还完了，能够不给我那么大的压力，不让我来还这个房贷，然后就回来就能休息了。我是希望能够我来把房贷还完，让父母不要这么辛苦，多拼一点，因为我年轻嘛，然后能早日让他们把这个2年的计划缩短，最好是1年，最好是半年，这是我的目标。因为确实是自己长那么大了，还让父母在外面这么操劳，有时候觉得自己挺不懂事儿，挺对不起父母的。其实我相信可能漂泊在外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像孙浩、曲颖当初你们都北漂吧，可能出来的时候跟家里父母也都是报喜不报忧，父母也都是希望你们不要牵挂家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对，我是典型的从来是报喜不报忧的然后宁愿把一些难过的事情跟朋友去倾诉，所以就好像都是有一种默契。妈妈也是说家里这边情况都很好，我特别理解他的那种感受，越到年龄大我越珍惜这种跟家里团聚的这种机会，都觉得待的时间短。对那男孩子呢，孙浩？我们小时候也是88年我就来了，我在音乐学院上学，也是不说，从来不会说什么。那会儿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不容易，一帮孩子骑个自行车为了勤工俭学嘛，然后我就到歌厅去唱歌挣点生活费，然后自己每个月挣的钱还给家里寄回去，特得意，你知道吗？那火风老师呢？这霍尊他在外面自己打拼的时候，作为父母的角度来说，你会更担心什么？其实，从小吧，他没怎么在我身边嘛，但是那份牵挂可能是，更加的激烈，因为老见不到他，然后见到他就他长高了一块。见到他就他又学会了一样本事，就是做父亲的很骄傲。我在去年突然间一场疾病住了医院以后，他直接演出不演了，跟公司讲我不行了，我爸住院了，他从来没有住院过，他的身体是最好的，他这个住院他的想法就完了，飞了，他就想到我肯定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非常非常怎么着，我这在医院里面刚刚睡醒，他就坐在我床头，这比什么都亲。你不用再说什么，其实你也应该这样，这个早日跟爸爸妈妈说，对这个
差不多就赶紧回国，你回来吧，对吧？你也要有机会，不管是回桂林也好，或者其实我觉得你要有能力努力工作的话，也可以去看看爸爸妈妈，他们舍不得花钱回来，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如果我们这个节目你爸爸妈妈可以通过网络来看的话，你想跟爸爸妈妈说什么？我希望他们该好好享受了，然后我也长大了，生活上的重担就可以放到我身上了，我觉得我可以的，他们可以好好享受。女儿有这个能力，对，有这个自信啊。好的，我们也希望你的爸爸妈妈看到之后能够接受到女儿的这一份思念和这一份牵挂。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秦明媛进入真情玫瑰。首先我们有请我们现场70位观众朋友来进行投票，如果你们觉得明媛的歌和故事打动了你们，请为他点亮你们的玫瑰灯，来，3、2、1开始。分数上涨得很快，50分，瞬间就超过了50分。好，投票结束。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3位评委老师。我觉得这个小琴不错啊，唱得挺好的，而且作为一个90后的孩子，没有说是我要做出多么轰轰烈烈的事儿，但是他能替父母担忧，能够知道感恩，能够理解父母的苦，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曾经的一个过去的自己的影子。而且呢，他的歌唱的也不错，声音控制的都很好，情感也比较到位，所以呢，我就给他10朵玫瑰，希望这个姑娘继续加油。我很喜欢他的声音，他的故事呢也能够唤起我们很多的这个记忆，我希望能够以后看到他跟爸爸妈妈住在他们的这个大房子里面，他当着面唱给爸爸妈妈这首歌，我的这10票投给他。好好的孝顺你的父母，给你。这就是真情玫瑰，真情绽放，有请秦明媛走出真情玫瑰。祝贺明媛啊，谢谢，继续做好你自己，做一个知道感恩、孝敬、懂事的好女儿，好吗？谢谢大家。我很感恩三位老师都给我这么大的鼓励。有请。我叫郑晓，我是浙江人。这首歌唱给谁？唱给我自己，一切随性的态度。因为我是跟一个朋友两个人一起来合作经营销售Lomo 相机啊，我只是开了个小店而已。你是做了多少年了呀？具体的话应该有5、6年了吧。5、6年。对，就是 Lomo 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今天我其实也带了几张我拿 Lomo 相机拍出来的，那就在这边，
这个是我在云南的洱海。哇，这张是那个黄昏的时候偶遇的这两个老人，然后就是让我感觉蛮触动的，人家的那种生活是非常宁静非常安详的，然后就是给他抓拍了，拍到这样的照片。这那种 Lomo 相机长什么样啊？我今天我带过来啊，对对对，快让我们开开眼。这是我们大的 Lomo 相机。这是男模是吗？男模，对对对，这是我们男模。这就是 Lomo 相机吗？这只是一个其中之一。所以今天你带来的这首《随心所欲》特别适合送给你自己啊，对对，有这种随心所欲的心情。我不知道我们三位嘉宾老师，你们在生活当中会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忽然想要去做的这种事儿的经历？我这太多了，说走就走，说走就走，就是跟咱们这个妹妹是个性可能都差不多。其实我第一次往远道走，到了香格里拉，准备要翻梅里雪山，下大雪，人家说过不去了，现在封山了，我再往版纳走，往版纳走就走迷路了。大花轿就是那次写出来的，94年。哦，对。但是火风老师，您还是比较幸运的，这一路随心所欲的走，其实也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吧？有啊，特别大，有啊，特别大，大难不死。那个真是大难不死。那年在柴达木盆地的时候，我是翻车了，摩托车是152的速度，我天，就撞到了这个绑那个拦沙网的水泥柱子上，我人是像炮打飞人一样飞出去的，摩托车腾空起来把我整个砸在沙子里面，起来就一口血就喷出来，我就知道可能里面出事了，然后就做大手术，整个肝修补，完全是肝破裂11.7公分。你后怕过吗？我没有，我一直没有后怕，也不后悔。对，没有后悔。这是为什么没有后悔呢？因为我从小刚刚懂事儿，我就跟我父亲就很少说话，就从小就是那样，我就觉得他不喜欢我，也不爱我们，他从来也没有抱过我，也没有亲过我，也没有像别的父母问寒问暖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次车祸，等我从病床醒了以后，护士长说你家里头好像是你父亲打了无数次电话来问你的情况，我说你扶我下来，我去接电话，我就拿起电话，我说爸，我爸在电话里面半天没吱声，他突然叫我小名，你是虎子吗？我说爸，我是虎子。他就哇一下子嚎啕大哭在电话里，你可把爸爸给急死了，你知道你要没有了话，爸爸你怎么过呀？这一下子我就才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你，瞬间就这个父子的这种很多年的隔阂灰飞烟灭，说我从不后悔。无论你再随心所欲，你要知道你家是在哪个方向，这个是最主要的。我知道，而且真的无论再随心所欲，其实和家人、和父母、和兄弟姐妹、和自己的亲人，其实都有一份浓浓的爱在里面。对对，嗯，没错。我们这个随心所欲，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对，是吧？无所顾忌、无所牵挂的。对。那其实这一份爱，可能始终在牵挂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郑晓走进真情玫瑰。首先我们有请现场的70位观众朋友来进行投票。那么刚刚郑晓的这首歌有没有打动你？他的故事有没有感动你？如果感动你的话，请点亮你的玫瑰灯，来，3、2、1开始。好，郑晓的分数飞快的上涨，已经超过40票了，分数还在上涨，还有吗？
50、51票、53票，投票结束。我觉得郑晓唱得很棒，而且他这个随心所欲的这个相机精神也跟我的爱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把我这个十朵玫瑰送给你。喜欢他对生活的态度，还有他的个性。这个郑晓因为他的演唱和他自己的故事带出了火风哥的这个故事，把我们感动到，然后都知道更多的要去珍惜跟家里人的这份亲情，珍惜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一切，这十票我投给你。我挺喜欢他的性格，很开朗，但是呢，他在唱歌的时候，我脑子在犹豫，为什么？因为像罗琦。你包括田震，就那一代我们就非常熟悉，他的声音给我心里的那种东西啊，就没有人能替代，真的是这样。我就想十朵，我给他五朵得了，真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通过一首歌引起了大家这么温暖的回忆，包括对亲情、对爱情、对友情、对家人的这种责任，我觉得非常的棒。所以我本来五朵，另外五朵是替我哥给他的。真情玫瑰，真情绽放，让我们掌声有请郑晓走出真情玫瑰。其实你看郑晓站在这儿，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首摇滚歌曲。我们有的时候都在说，哎呀，情歌情歌，好像这个情更局限的是男女情感，但其实在我们中国情歌会当中，我们更想突出的这个情更有包容性。就像听完这一首歌之后，大家能够引起共鸣，我们可以聊一些彼此的故事，因为故事引发更深的感情，我觉得在里面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目的所在。我觉得郑晓特别厉害，他当小老板，他随心所欲就开了个照相机，对吧？你就回家再开一个店卖云南白药气血康，这才叫随心所欲的。下回再唱摇滚之前，喝两支我们的气血康，我跟你说，你这个气血足，我跟你说，唱得更有力啊！好，谢谢郑晓，谢谢主持人，休息一下。我说要随心的一种态度，他说的很对，就是随心，但是你不能。我们有请下一位情歌手出场。招呼吧。大家好，俺叫倪荣罗，大家都叫俺罗罗，俺家是江苏徐州的。刚才算花腔女高音吧？你是经过专业的训练吗？没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啥是花腔女高音，我就听了人家这样的我就唱。我记得我小时候吧，爸爸是做水泥工，俺妈妈就上地干活，我就我一个人，因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然后俺妈知道我喜欢唱歌，她就说，哎，我给你借个录音机，你听听吧。然后我就第一次听了吧，听了邓丽君老师的歌，那时候我就天天听天天听，然后我就一直听了好多年。这就是你小的时候听的这个小录音机、是吗？卡带机。那磁带都是我听过老多遍都听回了。
邓丽君的歌也能唱吗？你唱个《甜蜜蜜》吧。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走了，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你最想把歌送给谁？我最想送给俺奶奶。送给你奶奶？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是俺奶奶把我一手拉扯大的，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小时候我都生病特别严重，让俺村里边人都说，你别给他看了，看不好了。但是俺奶奶跟俺爷爷都拉了木板车，带了口粮去给我看病，我最终还是活下来了，我特别感谢他给我第二次生命。奶奶那时候在家里也是种地吗？这俺都是在家种地，但是俺奶奶嘛，现在80岁了都，她现在还穿那种编织袋嘞，穿一根，她一个袋子上的那个线，5厘钱，然后那一扎是100个，是5毛钱，然后一天最多穿5块钱，然后我有时候还说俺奶奶，我说你。这5块钱其实买不了啥东西。俺奶奶说：“哎呀，闲了也得闲喽，能挣点钱，能买个馒头吃也是好的。”她是一个特别那种节俭的人。其实今天洛洛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呀，他有一个哥们儿把他的一段视频发给了我们。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们也找到了他。我们先来看视频。人家那也要有的时候不。咱能四五天也有的是六几天了。我想那能不想吧，我也是惯着他，就是惯着他，奶奶想你来家来，奶奶给你做点好吃的给奶奶吃的。哥哥，你可能自己在外回家的机会很少是吧？对，有时候一年回家一次。我记得我去年我在海南打工，特别远，大年初一的那种机票就比较便宜嘛，然后我就买了，到家大年初一了，人家过完年了，然后俺奶奶就说，人家过年回家来团聚来，你这年过去了你才回来了。我说奶奶，我只要和你在一块儿，啥时候都是过年，每一天都是过年，只要和你在一块儿。你说今天来自这个舞台上想要唱一首歌表达你对奶奶的感情，但可能对于奶奶甚至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他们希望你能有时间多回家看看，在家里能够多待几天，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有时候父母并不是需要你有什么金钱或者什么，真的他们更多需要是陪伴，尤其是父母一天天老了。你能跟奶奶说，只要能跟奶奶在一起，每天都是过年。其实这句话呢，也是表现了你对奶奶的一种这种思念，这种感情。洪峰老师，其实你喜欢唱反串，这个也没什么不对，但是我觉得你还不如就是穿男装，哎，便装。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小伙子，哎，在那唱个反串或模仿一下这个模仿一下那个，觉得比这要强。接下来我们有请倪中乐走入真情玫瑰。好了，接下来我们将揭晓倪中乐的真情指数。首先有请现场70位观众朋友，如果被他的故事和歌声打动的话，请点亮你们的玫瑰灯，来，3、2、1，开始。好，分数已经突破了40票，分数还在上涨，超过50，投票结束。好了，现在我们来有请3位评委老师。乐乐的故事呢，主要是奶奶，奶奶我是非常同情的，而且非常令我也爱戴的这么一个淳朴的一个老奶奶。那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乐乐今天确实没有打动我。你模仿这些，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你还得要从你的整个的发声再下下功夫，继续努力。我觉得乐乐他虽然在表演方面离我们的那个标准那个水准还差一些，但是能够在没有跟任何老师学的情况下你可以唱男低音，你还可以唱邓丽君，所以我觉得你能够无师自通，他还是一个对这方面很有兴趣也很有天分的，还是挺令我惊讶的，所以我给出我的这10票。我觉得乐乐你的歌声感动我的地方我不认为有很多，让我投出这个10个玫瑰那是给奶奶的，我又认为这比较牵强，所以我觉得你还需要更加努力去学习，你非常聪明，可以下面比如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好的老师什么的，从服装啊到舞台表演这就可以，等那时候你唱得非常好的时候站在这里，我一定会给你那10个玫瑰，真的加油吧。好的，谢谢。真情玫瑰，真情绽放，让我们有请倪中乐走出真情玫瑰。好嘞，乐乐，如果真的想在唱歌的这个道路上还有继续的发展，可以找老师来指导指导，那么尽量把自己的声音修饰完整，把你的动作形体要加强训练之后，我们相信你能够唱得更好，好吗？谢谢，谢谢老师。无论在外边怎么发展，都得回家多回家看看家人老人，因为家才是最幸福的。好了，继续我们将有请下一位情歌手登场，有请。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双手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除了你。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叫我爱？赶快来做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大家好，我叫李湘君，是来自北京，今年27岁，是一名独立珠宝设计师。珠宝设计做了多少年？差不多做了4-5年了吧也。有没有做过什么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嗯，有。有吗？有。今天有没有带来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张我设计作品的海报？那这个是我设计的一款项链。你是一个珠宝设计师？对。这首歌跟你的工作跟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呢？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只有一个梦想，但是呢，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只能把其中的一个梦想具体化，然后其他的梦想呢，有可能就被搁置在一边。我觉得我可能花了真的很多精力在我的珠宝上面，我对自己还满意，但是呢，我从小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不想把我的音乐梦想放在一边。我觉得有了音乐的辅助，一定对我今后的设计有更多的帮助。当你的一个爱好相对比较稳定了，能够有所支撑的时候，你想要再开启自己另一个爱好，想要把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唱歌当中。对，我觉得能更好的去享受吧，让你的生活更丰富多彩。对。孙浩，除了唱歌，除了演戏，你还有什么爱好啊？他的这个职业我很喜欢。珠宝设计吗？但是这很难啊。真的，我觉得这个珠宝设计这些人都是有天分的。你包括影子，她穿什么衣服就漂亮，那没有办法。就包括服装设计，我都会觉得呀，这是艺术嘛，艺术的一种，我就会觉得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很尊敬这些人。接下来我们有请李湘君走入真情玫瑰。好了，接下来我们将揭晓李湘君的真情指数。首先有请我们现场70位观众朋友，如果喜欢她的歌声，喜欢她的故事，来为她点亮你们的玫瑰灯。来，准备好，3、2、1，开始。分数在慢慢的上涨。分数还在上涨。投票结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评委老师。李湘君唱歌的意识非常棒，就唱歌的这种理念很棒。其实他刚才那歌太难唱了，尤其他的副歌全都是真假声的混合，他前半部意识很好，但后半部分的时候他的力量拖不住自己的声音了，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打架，他缺一种声音的训练。我希望他接着再努力，所以我的在他努力好以后，我把我的玫瑰一定会送给他。我觉得湘君是一个特别有质感的这么一个女孩，很有气质。其实她的歌声、她的音质、她的乐感啊什么的，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的。只不过她可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她的气息，这方面的一些演唱的能力，有一点问题。我保留我的10票。从湘君的唱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前一部分发挥的挺好的，他控制的也挺好，很真实。到他的后一段，尤其 B 段的时候，他在挣扎，因为有点力不从心。这个是可能是在舞台上的经验和他对音乐的把控的一种不成熟，但是我还是鼓励他吧。对不起，离开你。真情玫瑰，真情绽放，让我们有请李湘君走出真情玫瑰。我们都说了，艺术都是相通的，你珠宝设计能做得那么好，那么有灵气，我相信可能在你今后的这个唱歌道路当中，只要你再多加用心，我们相信一定也能够唱得非常好。继续加油努力吧，谢谢。音乐梦想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可以说是跟我的艺术梦想跟珠宝梦想是一样重要。
是别远开，车窗的摇向来，要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不回，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无锡，我叫 Judy， 我是一名创作型歌手。这首《你把我灌醉》特别的送给我的伯乐及一直支持我的好朋友们。这应该算是一首感恩的歌。
对，其实在我正式走上歌手这条路之前，我是在一家文化公司里面当起宣。其实我一直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喜欢舞台，因为种种的原因一直没有能够系统的学习。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公司有一个女子乐队，然后乐队的主唱呢，她突然间因为家里的原因，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她的那个歌唱的那个事业。为什么我唱这首歌呢？我的伯乐，也就是这个经纪人，他是在听到我自己在哼唱这首歌，然后他就突然间，哎，声音还不错，还蛮有特点的。然后他说，那要不然你过来试一下，给了我一个这样很好的机会，所以也就是从此走上了这个正式歌手的这条路。你现在是一名创作型歌手，已经开始自己写歌了吗？对，其实我写了好几首歌，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你现场给我们展示展示你自己的原创。好，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唱一首《春夏》。春夏，来。青春无怨无悔，绚丽的再次绽放。动人的旋律陪你我不再孤单的流浪。正好你听了他的声音，然后听了刚才他自己创作的歌，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写的这歌比他刚唱那个歌好。哇，谢谢沈浩老师。你既然是创作歌手，我认为你就唱自己的，因为你毕竟这个咱们叫中国情歌会姑娘，她是要打动你的内心。其实你刚刚这么简简单单就一个钢琴在后面帮你伴着，就像讲话一样的，其实我认为可能更能打动别人，这是我的一种感觉。谢谢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因为说我是一个创作型歌手，我帮唱一个是翻唱的，这个就有点什么，一上台有点矛盾。你既然是创作型，你就把你自己的创作型的风格掌握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朱迪走入我们的真情玫瑰。有请现场的70位观众朋友，如果你们被朱迪的歌声和故事所打动，请为他点亮你的玫瑰灯。来，准备好，3、2、1，开始。马上就要突破40票。好，投票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评委老师。我就觉着吧，挺不容易的，原创的歌手，我觉得这是值得鼓励的，因为毕竟女歌手自己写歌挺不易的，声音条件还不错，然后还需要多多的磨练。我希望朱迪都有机会唱自己的歌，然后对于我们这些老歌手也可以给我们写写歌，是不是？所以我还是给他几首歌。我觉得朱迪他的唱歌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从演唱方面来讲还是有很多成熟的这个技巧在里面。从创作上面来讲呢，我觉得就是特别鼓励这种年轻的歌手去创作，但是创作的这首歌听起来好像曾经在哪儿听过一样。那么从创作角度来讲的话，你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祝你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为了鼓励你，我还是给出我的这10票。找到你自己，支持原创，好。绽放，我们有请朱迪走出真情玫瑰。这么年轻，前面的路还有很长，希望你能够努力加油，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好，谢谢，加油。谢谢。坚持做好自己的原创，在原创歌曲的这条路上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中的这5位情歌手，我们可以用5朵金花来概括。让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的真情指数吧。想着你的感觉。
得分最高的是秦明媛，让我们再掌声有请他再次走上这个舞台。恭喜你成为我们本场的中外名人情歌使者啊！86分的成绩也将记录在我们中国情歌会的情歌榜上，继续加油努力，好吗？好，再一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云南卫视，让我们一起听情歌、听故事，下周再见。